那么你好不是要给我个惊喜吗？快来吧！你妈呀！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？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快藏起来呀！别藏了，早晚不得见一面吗？咋见呢？你那样事咋见呢？是啊，多难看呢！快快快！快快，你演，我把他支走啊！在家呀？啊，我在家呀。你不去扭秧歌了吗？我回来了。你不去扭秧歌了？不去了。不是，那个你不加班了？我下班了，我加什么？不是，那个姑娘，你出去溜达溜达呗。那你有事？我行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张大爷裤坏了，我帮忙缝上，我就怕你多心。哎呀，那能怎么的呀？你还给我开门？姑娘，嗯，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。我不出去溜达。那个，妈，啊，你出去溜达溜达吧。孩子，妈要不扭秧歌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。我干啥去？啊，姑娘。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，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。哎呀妈，我头疼。慧宁啊，你脑袋疼啊？妈给你找药去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妈，我不吃西药，我就吃中药。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，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。不是不是，你这是傻孩子。妈就是大夫，中西医都行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。行了，妈我好了。不。王大爷心脏病犯了，妈去看看去啊！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救人要紧，快去快去！哎呀，不行，啊，你啥？不是你跟妈一起去？我不去了。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？哎呀，我不。